诸位菩萨，祝大家吉祥如意，身心健康。现在跟大家说一说啊，为什么要学沾茶善恶业报经？这部经呢，讲讲历史的因缘。这部经翻译到中国来，没人学。从隋朝时候翻译的，一直到明朝，努一大师，他以他的神通智慧，观察咱南瞻部洲，想找五味清净比丘。没有，那他想受戒不能得戒，因此他在大藏经里头找怎么样才能得到清净戒，因此找到沾茶善恶业报经。从努一大师开始，那么他不会做这个沾茶业不净地藏王菩萨所说的沾茶轮相，他没办法，他用纸啊写上年旧，那么这个法呢没法传扬，但是他在给沾茶善恶业报经做一个注解，叫沾茶一书，以后也就中断了，没人学。人到弘一法师，弘一法师也是专弘地藏法门，发愿弘地藏法门。因为据弘一法师跟我讲，而沾茶善恶业报经、大乘大济十轮经、地藏经都属于华严部分，那我们有时候把这个沾茶善恶业报经当成算命啊、批八字啊，完全错误了，不是这个含义。因为它的含义呢，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在处于末法时代，业障深重，没法了解因缘，也没法了解自己，因此要用沾茶善恶业报经的沾茶的方式。那这种沾茶呢，就是地藏菩萨的神通力量。我们虽然没有神通，我们求地藏王菩萨给给我们神通，就是你用沾茶的沾茶法啊，你能知道过去，能知道现在，也能知道未来。因此在弘一法师提倡他没讲，但是他有技术，他学工艺的，他就依着《沾茶经》上所说的尺寸大小做出了沾茶轮。这个《沾茶善恶业报经》的啊，另一个名义佛说的叫根据法门，根据法门。根据呢，就是根，就是五根六根啊，加上六尘啊，
加上一个六十，是根尘识加根本无明，集聚在一起，所以这个法门就根据法门啊，根据法门。你学了这个法门之后，能够使你坚固你的信心。对，因为我们现在信心都不集中。今天我们在会的道友们都是信佛的三宝弟子，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这个信仰啊有了信心了，那这个佛所说的教义说呢，我们这个信心呢，只是心要信，不是信心。那根据《华严经》《大放广佛华严经》所讲的信心，信心是一定标准的。那么每个道友，你自己回忆一下子，想一想，你是不是具足信心了？具足信心的标准是什么？觉知前念起乐，能止其后念不起者，算有信心的菩萨。而有信心的菩萨能够实现神通，咱们现在没有，没有。咱不能制止咱们的心念，不能马上一个念头不对，马上止住了，不让它相续。每位道友可以检查自己，你的信心力量如何，够不够这个程度？如果你够这个程度了，你就入了初住位，初住位，实信满了，就是初住位。初住位在《华严经》上讲的标准呢，能够到一百个世界，四现成佛，他的神通妙用啊，相当大。那我们自己检查，没有这样的力量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因此，我们信心不具足。没有使我们的信心坚定下来，那求地藏王菩萨加持，求地藏王菩萨加持。因为这部经发起的因缘，是坚定信菩萨向佛请求。向佛请求，说在末法呀，佛末法到一万年的时间，或者五千年的时间，或者三千年的时间，在这个时候众生的信心呢不坚定，不坚定的信心退退，那至于了生死深入佛法不可能，你信力不够，就信心退退。对，怎么样能使他信心坚定了，来巩固他的信心，这就是这部经的发起因缘。因为你有了信心了，你才能够善根增长，才能消除你的业障，是你的善业增长，恶业的消失。对，因此坚定信菩萨摩诃萨，他见着的是当时他在世的佛在世的时候，这种现象已经有了，何况咱们这个时间佛灭度已经快三千年了。这个信心呢，不能够坚定，不能够居住。因为这部经呢，有它讲解因缘的必要。为什么一直的不能够广泛流传？因为大家都有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啊，在这作祟，把这个打成与算命、批八字、相面的一类了。
因为佛就制止了，这是犯戒的啊。那为什么坚经信菩萨请佛说的时候佛不跟他说？因为佛的智戒不用算命批八字嘛，这个大家都懂得了。说让地藏王菩萨说，地藏王菩萨的还有方便善巧啊，菩萨行菩萨道的一些方便善巧，而且是地藏菩萨对此法门，那是善巧方便非常的广大，神通力。因此佛在叫坚经信菩萨向地藏王菩萨请示，地藏王菩萨说的这个法门，这个法门就从你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，这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三六一十八，三六一十八加一个根本的无明十九，对，是吧？这个根据法门就根据你六根六识六尘境界合起来聚合一轮，你沾查沾查吧，哪一个业障重？对，因为我们所有的一起心感到果上，你也没办法了，就在起因的时候你把它就转化，不让它干过，就是当你一起心动念的时候你就能够制止。因此呢，这部经就根据法门，对，根据法门，那这个大概的意思是这样子。那么这个占察善报经业报经呢，大概分为上下两卷，上下两卷。上卷是为下卷做准备的，又叫根据法门，又叫心地法门。下卷的心地是根据你上卷来的，你把你的业障消了，你才能够入道二种贯道一识境界。一识境界就华严义，二种贯道呢修定修慧。那么在最初你没有上卷的利益，得到了上卷的修行熟悉，说你修下卷绝对修不成。你因为把这个你每日修行的时候，早晨清晨起来用占察轮占察一下，你现在还存在的业障是深呢、是浅呢、是哪一类的业障重，并不是像普通的每一根每一门业障都重，它是有重点的。那你学习这一法门之后，你能知道你的身口意哪一方面注重，重点忏悔。跟你 学过之后，每天清晨起来你就沾一遍，你就注意了，今天我应该做些什么，我怎样 消灭我的业障。业障一消灭，智慧就增长，智慧越增长，业障越消灭，这两个是相对相成的，这样你就有智慧了，你修行就没有挂碍了，没挂碍了，这是这个经啊最初的大意，我大概跟大家这样介绍一下啊。那此经呢，它只有两卷，一个上卷，一个下卷。上卷呢，完全为了下卷修行而发起的。那我们在没有这个根基的之前，你可以问你一天的生活事情，这是方便善巧啊。经的本意完全为了你修道用的。那么很多在家二众弟子道友们，
那一天的生活，和你搞贸易也好，求学问也好，你要选择你今天出门是不是吉祥啊？你可以沾一下，沾了之后告诉你不吉祥，不吉祥你又非去做不可，那就拜拜地藏菩萨。地藏菩萨告诉你的方法啊，叫念我名号一千声。你就念地藏名号念一千声，完了再去做，那就把那个灾难化为吉祥。因此呢，此经非常的对我们恳切需要，恳切的需要。那应该普遍弘扬呢，也得有因缘。诸法因缘生啊，没缘是不行的。对，从翻译过来没人讲。只是某一大师做一个艺术，弘一法师做的木轮沾茶轮，没有注注解，弘一法师没讲，弘一法师让我讲，等他圆寂了我就开始讲。得有缘呢，没缘你想讲也不行啊。缘是什么意思呢？是处成的意思。对，我第一次讲是在纽约菩提学会，菩提学会是弘觉法师我们自己成立的学会，都是我们自己道友，听经的人并不多，二三十个人，讲的沾茶散那一包。第二次讲，那个讲第一次讲是1989年，第二次讲呢，1989年的。第二次呀，1999年，十年，是在五台山普寿寺讲。这次讲呢，比较因缘殊胜，管我们出家众啊，正是解下难局，将近1000众，再加居士们呢，就很多很多了，这是第二次。1989年到1999年，对，这次是第三次了，又是2009年，大概每一次都相隔10年。对，不是我懒，人家没人找我说，我不能说我给你讲讲沾茶散那行吧，可是别人说不是疯子就是傻子。佛法得人家请你，你才能说呀。没人请你，你要给人讲，人家听你的嘛。这次发起因缘，刚才弘觉法师介绍了，是禅元龙啊，跟文帝啊，还有我们很多道友啊，要求在这儿跟大家讲讲沾茶散那业报。今日沾茶。占是占卜，查是查看。你占卜了，你查看一下，对你是不是相应？此经都要说相应啊，说对号对上对不上，你得对上号才效果才有。这部《占查散乐业报经》啊，大概分作三份啊。这在历史上，我们凡是经卷翻译到中国来的，在晋朝时候，道丹律师，他把所有翻译的经典，在晋朝时候啊，分作三份。第一份是叙说，第二份呢就是正宗，一直这个经啊，教育去修行。第三份呢就是流通，每部经都要入室分，这是讲经的法师遵循的一定规律，说这一部经哪部分是叙述的部分，哪部分是显这个经的道理的部分，哪一部分是说这个经将来未来的流通，
就是这样意思。这个大家可能听过很多了，不详细讲它，大概跟大家说一下吧。那这个《占察摄不要不经》呢，第一个说这部经发起的因缘，发起的因缘就是续分。我们现在先说续分啊。入世我闻，讲经文，大家看啊。一时波切波，一切智人，在王舍城奇所库三宗，以神通力，是广播严净无奈道场，以无量无边诸大众聚，演说甚深根据法门。这个呢，一般的说叫续分。叙说这部经刚开始说的是什么呢？不但这部经，一切经刚开始都是入世我闻，每部经都是这句话呀。因为是解记的人，阿难尊者，他解记经的时候，第一个让人家信，这六种都是让人家信。说一时佛在什么地方跟哪些人说，说的是什么法，这个就叫六乘正信序。说六种的法门法成就了，证明说这个法是可以信的。这就续分的正信序。一切经都入世说，因为这个话呢是阿难尊者说的。阿难尊者他要解经经的时候，入世是指着这部经。这部经啊，是我亲自听到的，就是向大家相信啊，相信一个啊，不是假的，是我亲自听到的。在什么时候听到的呢？谁说的呢？佛说的。凡是佛经都说一时，什么原因？没有时间的标准。一时，这个一时啊，就是听的说者因缘会遇的时候。佛说法有时在天上说的，有时在人间说的，有时在这个国度说的，有时在那个国度说的，时间都不一样。那不能拿那个时间来定时间，只能拿这个说法的时间定。就在这个因缘契合，有说者，有说法者，法主，有听者，这叫意识，这个时间的条件啊。说佛呀，他是一切智人，就是智慧非常之大，具足一切智慧，因此才能说一切法。是说法的人啊，这是人。在什么地方？在王舍城奇舍库三宗，咱们就普通说的灵鹫山啊，可能朝里过的印度的人都去过灵鹫山啊，灵鹫山啊。佛是神通力量，以佛的神通力量，把这个说法的地点呢，庄严的非常殊妙，广播严净无奈道场。就这个道场啊，就是说法的处所，没有障碍，来多少人都容得下，就形容它广播啊。听众有好多，无量无边，诸大众聚。
言说的什么呢？甚深根据法门，即使甚深都不是肤浅的，就不是我们讲讲言而必舍身业根据啊，六根六尘六识十八界，这叫根据法门。为什么加个甚深？加个甚深就别有区别啊！说有些人说这是小乘法，绝对错误的，就告诉你了，这个法门是甚深的，嗯，六根、六尘、六识、十八界聚在一起，根据，嗯，就是随着经文了，但是佛说一切经啊。有的是续品当中啊，有的通，有的别。入世那文是通的，在其实各三宗四现无奈的道场演说这个，这是别的，因为说根据法门，没有说其他。啊，这不是说《法华经》，《法华经》也在灵鹫山说的，啊，这是别，啊，别呢又不是通的。但是入世那文是通的，佛在某处，这个六乘正心续，这六种证明说这一法是可续的，不是伪造的，不是随便说的。因为佛在涅槃的时候，阿难问佛呀，说在佛灭度之后，那么佛所说的经，我要解记时候，经首我怎么样说呢？说啊，起头我怎么样说？砂锅我怎么样说？啊，请佛来决定。佛告诉他，前头一定要说入世我闻。佛在什么地方？有哪些个大众在场？一个时间，一个处所，一个人事，就是时地事物时说的这个法，把这个标明是这一法是可信的，因为阿难最初请问了，佛就给他指示说，前头你应当入世说，入世说了。是人家相信，你这样说了，人家信仰啊就成就了。入世者只说这些话呀，不是我说的，我是听来的，我只是解记的。这阿难表明他的态度，解记经人的话，信成就。对，因为啊，佛说的法呀，像汪洋大海的一样的，如果没有个标准定义，你怎么翻都可以，没出到佛的法海之外，有法位就行，但是佛给你规定了，得按这个规格，对，按这个规格呢，人家相信，对。所以说这个此，尤其是此经，当即是净信菩萨，佛法深入大海，唯信能入。说这种根据法门很不容易让人家信，所以加净信菩萨来做发起人，就是清净心，使人家信了，信得过。信得什么过呢？那这个法不是伪造的，是佛亲自说的，成就信，这叫信成就。第二个呢是时间，第二个是文呢，就是指着谁听到的，这法是可信的，但是谁听到的？
谁听到的是闻成就。阿兰说，闻就是阿兰说的话，我亲自听佛说的，我闻。对，如是，如是就说是佛说这一法可信的。是阿兰表示说，这一法是我亲自听佛说的。但是有个问题啊，例如说我们讲《地藏经》，阿兰没在场啊，很多的经阿兰并没在场，那如何他也入是我闻呢？因为佛为了未来末后的解记，将来要解记经啊，流传于后世啊，凡是佛所说的法阿兰没请到的，佛要重新给他说一道。那是咱们地藏经，阿兰并没在场，解记他解记的啊，还有很多的经阿兰没在场啊，但是有的经是文殊师利菩萨跟阿兰共同解记的，对，但是一般的是阿兰文殊的，所以文成就就表示说，这佛所说这一法是我亲自听到的，这是信成就、文成就、实成就，凡是佛所说的法，都叫一时啊，没有时间。天上的时间怎么跟人间时间定？像《地藏经》天上说的，你拿人间时间怎么定呢？所以这个时间就叫一时。这一时指什么说的？听说，听说一时，就是佛说这个法的时间，众生有缘的时间，感应道交，因此佛才说这一法，这叫一者闻成就，二者一者信成就，二者闻成就，三者实成就。有听的，有说的，有一定时间的，对。说者呢是主，主是谁？谁说呢？佛说的，这叫主成就，啊，信成就，闻成就，实成就，主成就。第五呢，处成就，在什么地方说的？佛说法都有一定处所，这个前头这六种啊。每部经都入世，叫六成正信序，说六种成就此法是可信的。说在什么地方啊？像此经吧，在王舍城七所库三宗说的，有时间，有地点，有听的人，有说法主，还有大众啊，佛说法都有菩萨大众，会有声闻大众，这叫众成就。凡是一个讲经的法会，都要得具足上述因缘，没有这六种因缘成就不了，这叫六成正信序。这就是入世我闻，对，就讲这个入世能闻呢，闻是阿兰，说是释迦牟尼佛，处所灵鹫山，还有些个菩萨大众，就是众，因为我经常讲这个自在意啊，自在意。人称佛自在的意思啊，
为什么上来讲这六种的没有犯、嗯、为什么不犯、嗯、有的是犯，有的不犯，有的话就犯、嗯、有的不犯，不犯的是一种加持意、嗯、如来永远他不属于烦恼，没有烦恼，他在一切法的自在，所以如来呢就不烦、嗯、第二呢，佛的智慧、嗯、佛的智慧像火焰一样的，能把一些烦恼都给你炼出，所以言直胜的意思啊。还有佛的三十二相八十宗好、嗯、有这种钻研的意思、嗯、因为佛具足一切殊胜的功德，具足、嗯、一切的颂，所以具足一切功德的殊胜圆满故，有的时候不凡、嗯、佛在自己自立的时候已经圆满了，已经满足了，那他所起的方便会，方便会是利益别人的，利益众生的，这里头含着的含义呀、啊、很多，各个经论呢，有的讲的很多，有的不讲，有的从性上的讲，有的从事相上讲，要从性体上讲呢，那一般都是给大菩萨像华严境界那样讲，而专对哪一部经哪一部论，各个都有不同的讲法，因为我们这是从料的啊，从料的啊，所以对前头六种正因序啊简料跟大家说一说。因为此经它表示的要讲的是根据法门，嗯，我们一天经常的把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啊，眼根耳根鼻根舌身舌根意根，把这六根六尘这十八界这十八个加合一起，就根据就是把这一切境界相聚合到一起来说这个法门。这一般的人认为这是小乘法，讲的都是有相的，嗯，说根据法门呢，就是有相的，根、尘、识。但是这是上半部的含义啊，下半部就不是这样的了，嗯，把这根据法门分开来说，每一个根、每一个尘、每一个识，它包括了很多的义理，很多义理，这个我们在经文上啊讲起来，大家就知道了啊。因为在这个深义边讲，嗯，就是我们的心，含义是心能转境，即通如来。说这些根据法门，每一个法门都是心。心把外边境界相转了，就是佛。但是我们心被尘所转，被根所转，被尘所转，被识所转，这个十八界，十八界都是心，但是一转了就不是心了，那就叫迷了。心被境转，你见着山就随山转，见着水就随水转，这心不被经转。说前十年观山是山，观水是水，中十年观山不是山，观水不是水，后十年呢观山还是山，观水还是水，这三个过程啊，前十年的时候是凡夫，一般人看见三就是三，随的水。中三人修道者成就了，
说山不是山，水也不是水了。感到大菩萨境界，到佛底下，山还是山，水还是水，这是随缘遇啊。所以一切众生缘，就如是说，跟着说，啊，说根据法门就是这个含义。大家在比喻上就理解了根据法门的含义了。嗯，因由此这个。由此的法，就是由有相法把它转成了无相法，啊，从这个有相的信解，信解达到无相的目的，说不要疑惑，啊，说一步一步的转化，啊，说坚定信菩萨当机众所请法的原因，就是什么末法众生能够加佛的神力，或者加地藏菩的神力吧，用沾茶轮相，沾茶轮相完全是地藏菩的神力，但是依着地藏菩所说的方法，我们就处理，没有这个力量。但是我们用沾茶轮呢，我们能知道过去，也能知道未来。发生一件事情，我一沾呢，就是知道我这是哪一部分出了问题了，哪一事哪一部分，就能知道。那这个问题又怎么解决呢？不是光知道而已啊。地藏菩萨就得沾茶善能一份告诉我们。你要转化，你要修道，想成转凡成圣，莫说转凡成圣吧，说我们害这个病医院治不好，那一直沾茶轮地藏菩萨说这是业障，我说叫你拜忏，我说叫你念地藏菩萨多少声圣号，你满了满足了，那个业啊，业转，因为业转相也就转了，那业没转动的时候相不会转，但是在这个得靠你有第一个条件，得有决定的信心，没有三心二意的效果没有。因为我们众生心呢，烦恼特别重，不论信什么不能坚定，也不能产生清净，或者这个当机众啊，就是坚定信，不但坚定，而且清净。所以这个坚定信来说，这个当机众，就在佛忌讳的时候，大家忌讳的时候，坚定信就是发起慈不惊的发起人。他一些大悲心，他看见的末法众生特别乱世，什么也认识不清楚，就是我们糊涂啊，烦恼啊，什么也不知道。他为他的大悲心呢，给我们请求，啊，说用什么方法让他能知道？所以尔时会众有菩萨，名曰坚净信。从坐而起，整衣服，偏袒右肩，合掌向佛也，白佛言：“我见于此众中有所问，只请世尊愿垂听许。”佛在世时候要请法，那先请求人家答应。咱们现在也入世，你要请求人家做什么事儿？人家答应你才能做嘛，啊，像人要我讲《沾茶善能业报经》，我答应他了啊，那就讲了啊，就听许的意思啊。但是这是一个理解啊，坚定菩萨悲悯未来众生，想请佛说法啊，要表达一个意思。那么出家人披这个衣啊，
把那个肩膀放下来，都一地，就顶礼佛，顶礼完了请佛，说我想请佛开示，愿垂听许。人家听许你才说呀，不听许不能说啊。本来这是无中生有，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在一时境界当中，在一时境界当中，没有一切形象的，没有言说，但是怎么样能达到一时境界呢？没达到一时境界之前，前方便，最前方便，你要想达到一时境界，你起码得有坚固的信心。咱们三宝弟子相信三宝，那得有个信心呢。对，咱们信心是有，还没到坚固。咱们这个信呢，咱们经常说发菩提心，发菩提心行菩萨道，但是这个是建立啊，虚妄的，不是真实的。因为咱们心没知道即时境界，知道不知道怎么能证入呢？说要想达到一时境界，一时境界是什么境界啊？坚净心。一时境界是没有境界的，才叫一时境界。但有境界相就不是一时了。同时自己有信心，能让别人也有信心，自己信心坚固，让一切众生都能信心坚固，这才是坚净信。所以我们把它分开来讲，详细解释。当你正信的心非常坚固，再加外边的缘，缘能使它清净。咱们心虽然发心很真，你得外缘好啊。外缘不好了，你这个心呢清净不了。清净心是一个因，还得缘处成，处成这个因成就。那么这样分呢，就是你真正的起心叫坚，叫坚。有外边的缘处成叫净，信呢明了了，了因叫性，原因叫因，原了的叫因，这是详细分别了。不详细分就是坚净信，使我们的信心呢能够坚固下来，遇到点环境就动摇了，遇到点环境就动摇了，不要动摇。像我们在人生当中，你挫折的多得很，不论哪位道友，当你没有发菩提心的时候，顺顺当当的，发心越大，挫折越多，那叫考验，这个大家都知道，不受魔不成佛，这普通这样说的。因为你一发心，引起你的一切冤害，在自性当中就产生了，产生障碍，障碍就是业障，我们一般的说障碍就是业障。业障呢，就是你所做过去的事儿，障碍你现在想发心修道。每位道友都如是，不是一帆风顺的，一直直至成佛呀。这样的没有，不论哪位菩萨、哪尊佛，都发了很多大愿，还有。凡是不利于他人的，不度众生的，不能成佛。
你治疗啊，治疗只能做个阿罗汉。所以说佛教导们未成佛果先解人缘，当你未成佛的时候，你先得解人缘，先得帮助别人。你寡为自己，不肯帮助别人，就是不行菩萨道，想成佛的没有。坚定信菩萨他发菩提心，发大悲心，让一切众生，因为他就这样过来的，信心不坚定，现在他能坚定了，他经过了历程，像我们这个修道的人，当你最初发心，诚恳的，而真实的，一个挫折，两个挫折，你就稳不起了，道心就退了。乃至于行一般的修道者，障碍都入事，就是拜占家禅也会障碍啊，不是你一发心就坚定的呀。如果怎么样的克服这些烦恼，靠你的学习，你经论看得越多，读得越多，你对治烦恼、对治障碍的方法也就越多了，不然你就没办法克服。这障碍一来了，一断，那就不是三天两天了，不晓得多少年了。我记得我那时候修的时候，是1937年。等我中间经过很多的灾难之后，等到了美国去，你说1937年跟1989年相距多少年呢？我才遇见占察善那边叶宝经，我们纽约那边道友才让我讲讲占察善那叶宝经，讲完了也就算了，我也没去修啊。从那时候讲，又隔了10年，89年到99年，在五台山普陀寺，人家又我请我讲占察善那讲，有人提了吗？我也满人愿，我也想起来了，这到现在又是10年了，我都没再修，我也没用占察轮，这个是要天天用的了，一切法。等你一断，断了之后再相续，从头再来。说，每位道友，不管你持一个咒，修哪一个法门，你最妨碍、最重要的注意到，千万莫中断。上次我们讲的善用其心啊，就是说学法要善于学。怎么样叫善于学法呢？这句话是文殊师利菩萨教授们，善用其心，就是你学法的时候啊，要把你的心用好，用好。
弄好的含义呢？你现在到此地来，到咱们大家共同学习这一部经，你的身现在是没问题，一点错误都没有，但是心呐，容易产生错误。就是你在此地学经时候，一心一意的，不想其他的，外缘都是放下。文殊菩萨教授们，你把自心一处，就是善用其心了。善用其心的本身呢，就是大乘的教义。大乘的教义，说你先要修观。等大家来这儿了，我听大家在这儿，在外头说，互相谈论。到了这个讲堂了，来听的时候，你先呐沉静一下，观观你的心。这个叫修观，修观。先使你在外边一个浮动的心呐停下来。这是听法者，意思就是说，进了这个道场里面，把你外边的尘缘都把它放下。听法者如是，说法者呢也如是。法师是以法为师的，没有我人我见我知，是以法为师，以法为知的。法师有没有讲错的？如果讲错了，下一这个字的定义下错了，犯法。我们在世间法犯了法的，有法律规定的，那你说法师要犯了这个规程的犯法，那受因果报应，讲错了法的要受因果报应。下一个字的转语下错了，堕了500世胡神。这个故事等以后有缘人再给大家讲。法师的弘法的意思就是少龙佛种继承佛法。对，所以文殊菩萨叫什么？善用其心，少龙佛种。这是说法的含义。那学法的呢，说者要善于说，不违背佛意。讲这部经，这部经是什么意思，不要违背这部经的意思。听法者要是坚定自己的信心。我说这个话大家可能有点怀疑，说我们到这儿来听经还没得信心吗？我把信心的标准跟大家讲一讲，什么样事是有信心。高的境界我要求不到，低的境界呢，所以我们现在这两个钟一个半钟头，我们把外缘呢暂时放下，清静一点，一心一地大家共学。我无非是给大家启示，但是用心还得大家自己去关照，用心学。以心跟法相通。如果我们穿的衣服有尘垢的时候，你感觉不舒服；如果你心里要有尘垢的时候呢，不是一样吗？那你学，在你学法时候就不容易学进去，懂得这个含义吗？对，因此呢，我们现在就开始学正文啊，学正文。坚定信菩萨请求佛，给说说这部经，就说说人间的善恶业报。说佛言：善男子，
随汝所问，便可说之。说你现在请求的，我答应你啊。嗯，佛称赞嘛，坚定心菩萨，善男子啊，你想问什么？你问什么，我就跟你说什么。佛是有问必答的，嗯，不拒诸一切问，嗯。那么坚定信就菩萨言，坚定信菩萨就说了，说入佛先说，佛你讲过去讲经不都是这样说吗？要我去世正法灭后，相法相尽，说正法已经不在了，佛去世了，正法就不在了。那佛在这说法呢，分三个五百年，两个五百年，末法一万年了。佛在世时候说法的时候，啊，正法五百年，就证明了正果的人、成道的人，闻法就开悟，开悟就成道。相法呢，虽然正道少，闻法都是坚定信心的，啊，说这个时候啊。相法也相尽了，啊，正法五百年，相法五百年都尽了。那到了末世时间，就是末法。末法在佛说其他经上说的呢，一万年。在这个时间，这正法末正法相法都灭尽，这个时候，众生的福薄，福德啊，很薄了。就是众生没得福了，多住衰恼，衰是衰败的意思啊。做任何事物，成功者少，衰败者多呀。对，人的生老病死，乃至于不等老就病，中间死亡的很多。在这个时间，社会是什么现象呢？国度受乱，这个国家经常的灾乱频繁，国度很乱，说不出来的种种的困苦磨难，人人都怀着不畏心情，背着一只事物抵挠，就形容着到这个末法的时候，社会上的现象是这样一种现象。这个都很浅显的，人都很懂的。总的说来，佛法进入末法的时候，现在我们经已经快三千年了，进入末法已经两千年了，将近两千年了，这个时候已经哪法很盛行，善法呀，做善业的很减少。如果善哪两个对比起来，善少哪增，哪法增加了，这个从我们出社会现象中大家都能理解到了，烦恼很重的，无论哪一个国家都很不吉祥，国家很不吉祥，因为是难不难，水灾、火灾、风灾、地震，就是这个地球上灾害不断的升起，这个现象大家我不详细讲了，大家都看到的啊。我入弟子失其善念，怎么三宝弟子啊，善念容易消失，恶念容易增长，增长的是贪嗔痴嫉妒障碍。也有行相法的，相是行善法，就是我们行善法的时候里头夹杂很多非善。为什么呢？都是求世间的名闻利养，以名闻利养为主，说专心修俗世的法要的减少了。这个现象我想我们作为道友都看见了，这个我不详细讲了，因为这个社会现象上
已经给我们告诉我们了，就是这个现象。说坚定信菩萨向佛请求时候，说在这个世界上，现在兼贪嫉妒，人人都怀疑，乃至自己的亲人呢，父子啊，夫妇之间呢、啊，都怀疑，人对人之间互不相信任。在这个时候修行非常困难，非常困难。那么在这个时间，我们行修行的人的心，怎么样跟一切的大众联系起来？因为在这个时候的善恶交杂，但是说是古来说凡圣交缠呢、啊，在我们这个时候圣者已经没有了，还没有圣人跟我们交缠、那么同时在这个时间的思想非常混乱，信念呢什么都信，不是真信，失掉正信，每一个人他心里头贪嗔痴嫉妒障碍我慢，生出来心呢、不是利益人，竟想多吃多占，这个世界上物质现在有限，你占多了别人自然就减少了，这种情况很多了，每个众生的业障性气很不难定，就是脾气很暴躁，动在发火，乃至伸手打人打架，为什么有这种现象呢？那里头修养内德的修养不够，那里无德，乃至于虔诚供养三宝的礼拜的不多，求鬼神的不少，是现实的现象。打致命斗的多，真是了生死的少。因此呢，这部《善恶业报经》就告诉我们，分析如何认识善，真善，如何认识恶。但是你眼前的你能知道，这是对待自己的，不是向外对别人的。你能知道你过去的善恶业吗？简单说，我过去的善重，善业很重，今生你的灾难很少，你所遇到的幸福生活很多，很平静，很安静，常时得到三宝加持，这个神人都可以看得到的。如果你恶业重，善业少，事事你都不顺心，对，同时你心里头呢经常着怀不恐怖感，患得患失，恐怕把自己现在所有的失掉，事实上也容易失掉。因此啊，我们的心呢非常的不健，非常的不健，非常的所以那就劝我们大家发菩提心啊，行菩萨道。这我常听见我们道友互相讲的了，法师，各位法师也都这样宣传，希望我们三宝弟子能够对于这个善心所增长，恶心所减少，同时在这个
特别说我们生众在佛在世的时候，佛在世的时候，他的大弟子啊，就有的发愿，专门化生化那个有缘的人，为什么？有钱的人，有缘的人都得有缘啊。须菩提，他就专找这些个富有者，向他们化缘。那日乞食也向富者乞食，什么意思？他说他富有很难得呀，如果他再不佩服不种福田，他会把福田失掉的。在过好日子时候心里欢欢喜喜，但是一旦失掉了，过困苦的日子，他就没办法生存了。就是须菩提的意念，所以他托钵乞食，专找那个富有的家里去化缘去。迦叶尊者呢，跟他俩相反，他专找那个穷人，他并不为自己这些个圣者呀，他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吃好吃坏出发点。他的乞食是给众生培福的，因此他说先生他受苦，让他动种善根吧，以后就不受苦了。但是这一种佛批评啊，专发户的话，专向富人化缘不对的，专向贫人化缘也不对的，遇着什么样缘就折什么样缘。就是你在修行当中你怎么样用心很有关系，很有关系。所以我们经常说我们发心的时候善用其心的心呢，怎么样发？要发菩提心啊。说当我最初讲善占察善那业报经的时候，有些道友，就是我大概最初在美国，在美国纽腰时候讲占察善那业报经的，给我做聚落的那个弟子叫吴比涛，他就跟我讲提出这么个问题，这个向专向富的化缘或者专向贫的化缘是有减灾的，佛教授们没有减灾的，遇到什么人就跟什么人结缘。说这个呢，平等发心，这个叫发菩提心的。菩提心呢，一般的讲起来的都很多，但是在大乘起心论上讲是以三心为主，三心合成为菩提心的，就是知心、身心、大悲心。这三个心都具足了，在你这一念间想做一件事儿，要知心、身心、大悲心。但这个不是到那个时候你做这件事去分析去，我要什么样才是知心，是不是？不是的了，就在一念间，这在你平日的功力啊，不是到临境的时候，你平日经常的想知心、身心、大悲心，那你平日用功的时候这样想啊，到时候你运用起来呢，那三心即是一心的了，是一心的了。这里头有显教，有密教，所以我们经常的讲叫密心、密教讲啊，不论什么都离不开这个三心，不过名词上不同，对。因此呢，这叫文殊菩萨光这些个叫善用其心，总说你善会用心，在我们讲一般的大乘教义讲直心正念真如，凡是学华严宗的人，
他一开始就修的观呢，叫真空觉相观，没有一切相。不是上来我讲这些名词啊，啊，但是我们现在讲《占察善那业报经》啊，跟这个相符不相符？这个我在经文里头会跟大家讲的啊。执心正念真如，执心一点弯曲都没有。这我们禅宗讲，就是一心修禅观的时候，执心正念之路，没有其他的舍利想，就直达到如来境，直达到如来境界。嗯，在我们显教讲的正念之路，在这个禅宗讲呢，直指明心。明心见性就是正念真如，对。那么念阿弥陀佛，念佛的人，念阿弥陀佛，你用什么心来念呢？知心正念真如，阿弥陀佛就是我自己，我就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是我，这就是知心正念真如。身心念阿弥陀佛，那就更进一步。佛即是心，心即是佛，我心即是佛，佛就是我的心。这种理解呢，就叫身心呢。身心是说我所行的一切善法，没有，是我心的表现。不论大善小善，不离一心，善没有大也没有小。说不是人家一元钱，不是人家一亿钱，平等平等，没有多少，没有大小，这才叫身心呢。没有分别，我心能施者。受施者平等平等，对，没有能施所施，这就显得深了。执心身心大悲心，大悲心是普遍的慈悲，把我所修的法所证得的法布施给一切众生。众生能得到吗？但是你的心，你的心不是给众生，众生能得到加持。我刚才说发菩提心必须得记住这三种心，三心合一了，这才叫发菩提心。我们经常说发菩提心，简单说就是觉，菩提就是觉，就是一个觉悟明白的心。觉悟明白的心就是自他两立，乃至于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这三心具足于一念间。不是这讲解时候这样分析了，赶你自行的时候，三心就是一心了。就在一念间，在你平时修观想的时候，三心即是一心。在我在西藏学，我们都说是叫密宗嘛，他第一个心叫出离，出离心，跟这个执心正念真如是一样的意思。不过密宗说呀，你先把一切都放下，要出离，对于世间要有一事一物挂碍，你处理不了了。就是一切无挂无碍的处理心，不是仅为自己，让一切众生都能处理。所以为什么叫密呀？
他的深意就是你说处理心的叫一切众生都处理，当我念阿弥陀佛想生极乐世界的时候，说这个世界上一切受苦受难跟我同时的生极乐世界。他念一句阿弥陀佛，他不是想我自己生极乐世界，所有这些受苦受难跟我同时生极乐世界。大悲心在密宗讲呢，第一心处理心，第二心是大悲心。咱们显教讲呢，第三心是大悲心，啊，有点次第不同，因为他夹一个般若心，啊，什么在西藏的教授是这样子呢，处理心、大悲心，说自己具足处理心了，让一切众生都能够处理，这个含义就是大悲心了。当自己一去处理，他没有想到就是我自己处理就算了，一想处理就想到一切众生跟我同时处理，让一切众生都处理，这是真正大悲啊。我们一般的说大悲绝不是耐见，绝不是感情，是法界心，这个道理懂得的那不是感情用事，不是慈爱用事，因为什么呢？他第三心叫般若，般若心就是智慧，般若即是智慧啊，凡智慧。那具足大智慧的人，他希望成就一切众生到彼那。对，所以具足这几种心了。完了你再去观想一切世间相，观想世间相就转变世间，从你心里转变世间。对，所以因为这个坚定信菩萨啊，他看见这世界上这种灾难呢，他说想怎样转变它，让众生知道善能，完了再深入。我上这讲的是目的，这个中间呢讲的经文是手段，用什么手段达到这个目的。所以坚定信菩萨又向佛说，说尔时啊，说在这个世界变乱动荡不安的时候，这些众生他看见世间上灾难呢，心肠缺药，心里恐怖感，忧虑自己的身，加上他一些眷属，在生活当中啊，连衣食都不能得到温饱，不得衣食，从阳取命，那像这类众生他的障碍因缘就多了，他与佛法还能信吗？与佛法中顿根少信呢，就是他业障很重，不信佛，连信都不信，还能得到吗？信佛的少，那就说行善的就少，修道的就少，得到的呢，那个极少了，乃至于没有。到这个时间呢，渐渐于三乘中信心成就已付身上，不论小乘、中乘、大乘，无论哪一法生不起信念，学世间的禅定，发住通意，智之所学命，赤转无有，就根本没有了得神通的、得智慧的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了，乃至于自己知道过去得到说明通的没有了，这叫末法，
得道者修道者修禅定的信心坚定的一切全无，这是末法现象啊！咱们现在将近还没到啊，我们还有这么多道友信呢、啊，这么多人学习啊，说末法一万年呢、啊，我们这才一两千年，嗯，还没深入到那个程度啊。但那个时候不知除药，不知道除三恶道的要境，学佛吗？修行吗？